哦 ，baby， 快点啦，快迟到了啦！好了没啦？好了，文青赛哦，好看吗？哦，很爽嘞！哪会啊？嗯，看我穿这样性不性感？好。嗯。还有我讲个 discovery。身为一个公主，穿公主秀也是很合理的。你说是不是啊？你哪理解的穿着，小胖脸。baby， 我来了。你来了？哇，吓死我了！我可两只妈妈瞪来呢。你穿着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太怂了吧！哼，叫你阿妈来哦。你在干嘛？干嘛乱翻我衣服？等一下就到了。哒啦，怎么样？这是今年最流行的 boyfriend style。哦，好丑，还来啊？去。你懂流行吗？懂。Baby， 你有发现我今天穿新衣服吗？是 jean style 对不对？什么 jean style？ 你不懂。哇，好正哎，好可爱哦，想要认识他。还是算了，他也是怪咖。哎，我到了。来了。你来了。嗯。哎，你也穿光裤哎。你的腰在哪？这差太多了吧？这个东西，这没有腰啊！你这，你懂屁啊 ！Baby baby， 帮我拍照。B 拍的怎么样？哦，你帮我把屁股拍这么大。哦，你穿的裤子屁股拍的也蛮大啊。你会不会拍照啊？我好可爱哟、哦！我是 Elsa， 就是大家的目光，男人都在看我哎。哎呀，好恐怖的品味啊！我女朋友如果穿这样，我一定跟她分手。